各位又是焦点财经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少豪 Howard Chan。 周五在美丽的矽谷，在 Christmas 之前的最后一个 Shopping Weekend， 跟大家的报道世界焦点财经。后面这个 Shopping Mall 已经在这个 Weekend 以前关掉了，所以正如本周的股市一样，大跌7-8%，这是到过去10年来最大的一周跌幅，跌掉了7%， Nasdaq 将近8%。可见的本周你跟我还有全世界投资在美国股市的人并不太平安，所以主播我就要来谈谈不平安的理由，到底在这股市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换挡的经济从减速到失速，现在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在调整当中，所以你这一次的过年要特别的谨慎跟小心。有3点工作观察。第一个，当然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的政府即将 partially 或者是全部要关闭，意思就是说美国政府有80万的人可能会失去工作或 partially 失去工作，这要影响很多国防工业跟基础还有建设的工业。所以在这一波经济不稳定当中，雪上加霜，增加了很多的不便的因素。第二个原因，利息加重大家对经济前景的怀疑。为什么要加4次？为什么明年还要再加起码2次以上，让市场非常的惊慌，非常的不稳定，前景并不明朗。所以进一步如何是好，无所措手足。第三个原因，不仅是美国国内经济急剧恶化，但是美国联准局却是有跟市场有很大不一样的看法，这令市场更加的怀疑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政府的 shutdown， 利息政策的不稳定，再加上美国的市场，不仅美国，全世界都开始在调整当中。所以你这一次shopping 的时候，如果有工作有健康的身体，你要心存感恩，将你自己的献祭以感谢献上给上帝。智慧人的话语，至高之上荣耀归给上帝，地上的平安在这次的耶诞节能够将平安赐给上帝所爱的子女，赐福给你，也赐福给这个国家的人民。愿上帝保守你的心怀意念，在这不平安的股市当中，愿你心中有平安。Howard Chan 陈少豪，周五在 Christmas 之前的最后一个 weekend， 在一个 shopping mall 跟大家来报道世界焦点财经。愿你有一个 happy shopping weekend。我们下次见。